号大肆庆祝威力彩开出双头彩，其中一名来自大安区的这一家彩券行店家说，开出头奖早有征兆，就刚好上礼拜有那个一个蝙蝠，它就停在这边，然后我那时候不知道是蝙蝠，它就是一团摔那边，客人看到就说要开头奖，要开头奖了。彩券行招财有数，琉璃麒麟摆门口，店内也有弥勒佛、七福神，还有发财猪坐镇。中了头奖的幸运儿共花了5600元，店选包牌，第一区包7码，第二区包8码，不仅对中一注头奖，还获得7注2奖、6注3奖、42注4奖，拿到奖金近15.9亿元，堪称这一次威力彩最大赢家。头彩开奖当天，也有民众拍下这个。大片白云露出一张脸型，有人觉得和日本神话中的开运天狗有几分神似，应该是那个人看到可能中奖了吧。哦，是啊。对啊，不然普通人应该不会发现这件事情。应该算，因为云的造型很多嘛，所以有可能是刚刚好都是这个形状这样。把两者照片拿来看，都有长长的鼻子、锐利眼神，就连天狗额头上的小型黑色官帽也都惟妙惟肖。比较白的部分反射比较大，通常是比较小的水滴，那比较黑的好像阴影比较算是水滴比较大的云，而且是距离可能不太一样，那叠起来啊，这个配合的相当好，这真的是很大的巧合。自然现象无关命理，只能说民众想求好兆头，想象力无限延伸。三立新闻林玉洲、雅婷台北报道。